伤非议和赵丽颖有脑血栓和心脏病的新闻吓到，不是前一段时间还在度假，怎么转眼间我们的颖宝就病了？小编瞬间脑补脑血栓后遗症的症状，成功把自己吓到。万幸官方马上发布声明，有血栓并不等于脑血栓，心脏弱也并不等于心脏病，一字之差，千差万别，真是造谣全凭一张嘴了。原来事情的起源是来自于杂志的采访，很多网友表示不解，拍个戏怎么会受伤？明星用个替身扣扣土，拍戏赚钱不是最简单的吗？赵丽颖，你应该向他们学习啊，别什么戏都自己上。颖宝，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子了，这两年颜值很是憔悴啊，不如当年山山中的水嫩，别这么拼了。要知道娱乐圈不好闯荡，农村出身又没有背景的赵丽颖，就是靠着自己的够努力，能吃苦才闯出一片天地，各种滋味常人恐怕难以体会。艰苦的付出虽然导致多处骨头错位，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回报。近年来赵丽颖频出佳作，花千骨楚乔传屡破收视新高，楚乔传更是成为首部在播放期间网络播放量就突破400亿的电视剧。但是真的很心疼颖宝，看看在片场都能直接睡着，要说营销号真是难以取悦，发声明休息就被质疑停工怀孕，人家澄清之后吧，又变成自导自演为新戏宣传。明星活得也真够累的，度个假拍个杂志也不消停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颖宝，您可以向孙俪多多学习，一年就接一部戏，人气也照样杠杠的。最后祝福赵丽颖好好休养，劳逸结合，这样今后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，期待颖宝的知否。